微微，来，这卡片送给你。什么都没有啊。你要搭配这个啊，来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博元。圆筒里的隔板为什么刺不破？是什么神奇眼镜让防窥萤幕出现画面？透明糖水放进箱子里，竟然有色彩变化。哇，转一转，小鸭的反射影像不见了。锁定这集快科学，大家一起来认识天光片的电光神器。人不分男女老幼，高矮胖瘦，地不分南北东西，街头校园还是厝内底，全民一起快科学。微微小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他进京的啦，什么事啊？我要来变心魔术了。变心魔术，好啊。它是一个桶子，对不对？中间有一个隔板，看得见吗？有啊。这个魔术有趣的地方是，这个铁丝，等一下，请帮我这样子穿过去，然后呢，想办法穿过这个隔板到达对面。哦，好，我试试看哈。小心哦，小心。OK， 慢慢来，穿过去了。嘿嘿嘿嘿，博远，嘿嘿，我知道这是因为……来，唐共，我现在这个魔术呢，想要上街头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里头的奥秘之处哦？那我们街头猜科学喽！街头踹科学，请你用这个铁丝从这个洞刺进去，把隔板刺破，你来试试看，可不可以？隔板在这里。对。可是刺下去感觉没有。没东西。没东西。刺破了没？我感觉没有东西。对，它已经过去了。对，它不是隔板了。可是我没有感觉，没有啊。那你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，光吗？它是这个胶带黑黑的。角度问题，反射吗？因为光看得出来。它有这个监视啊，然后光影照射。我这样看觉得有一个隔板在里面，但是我其实我刺下去我是感觉不到。而实际上你觉得猜猜看里面有没有隔板？我觉得没有。你觉得没有哦？对。是都觉得很好玩，但是感觉怎么都一秒要破解啦。对啊，平常被你破解就算了，现在连路上的人都破解我。博元，你那个魔术的这些功力真的要加加油啦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讲一件事情，让你们觉得好像我有点厉害这样子。其实啊，这个桶子它不是一般的塑胶桶哦，它可是用偏光片制成的。那偏光片呢？就是我们得先了解它的特性，才能来破解这个魔术。那不然这样，我们先来看一段动画，了解一下。启动你就懂偏光片的遮光原理。嗨，我是偏光片，为什么我看起来半透明啊？显微镜不要了，我会害羞。看到了吗？我是一条条极细的栅栏组成的，而光波是以波动的方式传递能量，所以当光线穿过我，来自四面八方的震动光波，只要和我栅栏方向不一样的，就会被我挡住，无法穿透，光线自然变暗喽。当我开始移动，栅栏方向改变，被遮挡到的光波也跟着改变，这就是遮光片运用光栅遮光的原理。当两张偏光纸通力合作，哈哈，我们的遮光效率当然加倍喽。原来啊，是因为两片偏光片它们的光栅呈现垂直方向的时候，光线就没有办法穿透，而会呈现黑色，就像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奇的魔术桶中间啊，好像有一个隔板一样。偏光片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可是很多地方都看得见的哦。哎呦，好像闻到了一点想要 PK 的味道哦。我们就请科学妹来当裁判哦。九宫格 PK 赛游戏规则，以九宫格玩生活中偏光片应用的填空接龙，答案正确才可填入空格，答错或没答案视同弃权，由对方继续作答，先连成一线者获胜。大家好，我是蓝色战士。哇，麻烦你来当裁判的，我跟伟伟两个人都会找了一些生活中偏光片的运用，来剪刀石头。好了，我赢。
这，对，我赢，你没有看错，就是我赢。好，我先说。对，今天好积极哦。好，那你让我先。天光片的应用，首先呢，就是这个偏光太阳眼镜啊，可以呢挡下这个环境中所有的强光，而且啊可以遮阳，又可以让我们的视线更清晰哦。啊，偏光太阳眼镜，好像是有听说过有这个东西啦，但是。 它能够遮阳啊，戴一般的太阳眼镜不就好了？还是它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？好啊，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个的差别。偏光太阳眼镜啊，它其实它可以抵挡环境中周围其实有很多反射的光线，它可以把这些反射的光线滤掉，而变得视线比较柔和，看起来也会比较清晰。那你刚刚也有提到说，像我们一般如果不是偏光的，就只是一般有颜色的太阳眼镜啊，其实它是针对一些太阳光直射。 比较强的光线的时候，它可以让你的那个眼睛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刺眼哦。不错不错，微微，好了，算你对了，选一个。那我要选二号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它应该就只是忘记可以选五号。谢谢啦。好啊，那换我。我们平常在使用液晶荧幕的时候，里头其实都有一个偏光片。我会知道是因为有一次我朋友他拿液晶荧幕去修理，结果呢他换掉里面的一层偏光片之后，他的液晶荧幕就好了。这样对吗？真的。那对哦。其实很简单哦，我们可以做个小小的测试，像这个荧幕就是液晶荧幕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哦。我们把方向转一下，从上拿这边就是一个偏光片。哎，转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。 明暗就有变化啦，很明显呢。对，对呀，哇，它就像那个光栅一样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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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明显，真的。所以你这举例应该算是蛮成功的哦。没错没错。那我要来选。好，来选几号？该我还有，就是这个相机。前面呢有一个这个镜片，我之前呢是拍外景的时候就看过摄影师哦，他们呢要拍着天空的蓝色的蓝，他们就加了一个偏光镜片在前面，就这样转着转着呢，哎。 天空就变得更蓝嘞！我这边有两张照片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好，你看哦，我们在拍天空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看到很多云层啊，然后天空的蓝看起来就灰灰白白的有一层。这装上去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可以旋转的，你可以自己旋转到你想要的那个天空的蓝，或者是一些那个云层的样子。所以，请看一下下一张。哇！哎，有没有发觉它的蓝就变得更明显、更清楚啦？这不是用 Photoshop 做的？不是。那除了啊用偏光片可以让天空变得更蓝以外， 其实呢，我们在拍摄一些，例如说地板上有一些积水，上面啊有一些反射光影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偏光滤镜，在某些角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水渍上面的反射影像全部都变得消失，让它画面更清晰。所以微微现在又对了，他就要选四号。哎，才不是嘞，我就是要选五号喽。好，那接下来轮到我。对，来，该你。怎么办？我好像有点词穷哎。 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真的没了。我还有哎，我还有3D立体眼镜，对吗？嘿嘿，答对了。太不好意思，我丢了。哎呀，好啦，让我来解释一下吧。偏光 3D 立体眼镜是利用光偏振的原理，让进入左右眼镜片的光线偏振方向不同。左眼偏光片让光线水平进入，而右眼镜片则是垂直方向进入。 左右眼看到不同影像，透过大脑的整合就产生立体的效果喽。好，原来是这样，一个是横的，一个是直的，这样子可以造成 3D 的影像啊。嗯，没错。好神奇，有没有试差？好神奇。是的。什么都别多说了，先让我选号码吧。你想选9号是不是？我当然是要选8号喽。真的，恭喜连成一线了。耶！好像有点厉害呀。 我袁伟伟，踹科学，身经不怕火炼，有实力的主持人经得起科学考验。我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科学妹，你该不会也想跟我们就是假装是 MIB 吧？可是哦，你那个眼镜不合格，我要像这种有没有看起来有点像泳镜的，很帅有没有？才是。对呀。所以你是嫌我这个眼镜不够帅气嘛？也不是啦，你擅长出题呀。哦，好，其实呢，等一下的题目就在这个眼镜上面哦。啊，真的？对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眼镜先交给你。哇，我吗？对，是的。好，这要做什么？ 对啊，这眼镜好可爱哦。OK， 考题在这里。啊？
请你们两位啊，分别用刚刚我给你们眼镜戴上去看看。用这一副眼镜啊？对，你先把现在的太阳镜拿下来，直接看看这个荧幕上有画面吗？这就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你再戴上这眼镜，当然是一样什么都没有咯。好。喂，你是看到了什么？阿弥陀佛了，怎么了？真的是阿弥陀佛，试试看，真的假的？试试看，我看看，来、啊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呢？题目在这里。为什么我们戴上眼镜之后，电脑屏幕画面都出现了 ？A. 偏光片被拆掉了。B. 内建参数的设定。C. 装了防偷窥镜片在这个屏幕上面。我觉得是这个。我也觉得可能是这一个。这个眼镜好像也是偏光片做的，然后他可能是把荧幕的偏光片拆了，然后再用这个戴，然后就看得见。哎呦，先来看看答案。哎，厉害厉害！被光片拆掉了。我是科学 MIB， 真的很厉害耶。外星人别想来，别想来。我也沾上了一点边，带着带着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恭喜两位！可是细节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动画，认识一下电脑液晶屏幕的构造，或许就更容易清楚明白喽。来看看液晶显示器的结构，上下两片偏光片光栅呈垂直放置，所以光线穿不过去。可是当两片玻璃中间的液晶层发动扭转功，就可以让光线成功穿透。像听质透光，只要在液晶上下的导电膜通电，电压会让液晶整齐排排站。光线就透不过去啦，所以看完动画应该就不难理解了。那我来解释一下，刚刚我到底动了什么手脚。好，其实我已经先把这个荧幕上面的偏光片拆下来。不是吧？就是这一片，这么好大的还原哦。哇！好，是不是原本的影像就出现啦？真的，对呀。刚刚这个看的时候真的很神奇。对啊。那刚刚你看你的那个眼镜上面不是有两片灰灰黑黑的吗？这个花，这个小花就是偏光片。对，是的，那两片其实就是偏光片来代替这一层。既然两位都懂了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题吧。透明片上的小鸭反射影像要如何看不见？哎，你看一下桌上，透明片上是不是有两只反射的小鸭影像啊？有的。真的有哎，超可爱。然后你们两位桌上啊，都各有两个灰色的卡片，是的，其中一片是偏光片。待会我要请你们啊，用它来看看能不能让上面的反射影像消失。哦，而且比赛呢，就是看谁最快找到，而且真的看不见哦。准备哦，一、二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先说，很快找。开玩笑的啦。好，准备开始。这一片我找到了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。我也找到了。是不是它会突然变暗变明变暗变明，然后小鸭就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不好意思，拿下一分。他说的这一片真的对吗？是的，没错。这种反射的光也是被它滤掉的意思。是的。好，那我来更清楚的解释一下，光线其实是具有波动性质的哦。是。例如说，光线其中一个波动的方向是这样子，而另外一个方向是有不同的波动方向。是。那其实实际上它有好多个不同的方向。好，当这个非偏振光照射到这个光滑面产生反射的时候，这时候反射出来的光线呢，就会变成像是这样子的单一方向的偏振光。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偏振片，当这个偏振片上面的格栅方向跟这个偏振方向是垂直的时候，它就会被挡住咯。好，那如果转到刚好某个方向是相同的时候，这光线就可以穿透过去。我之前看摄影师啊，在拍玻璃上面有反射影像的时候，也会利用偏光镜哎，而且就这样子转啊转啊，就可以让玻璃上面反射的物体消失咯。你的意思是它的镜头前面有这个偏光片哦？好像就会一直这样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啊？是这样吗？一般啊，像摄影机或者是相机前面，如果有要消除这种玻璃窗上面的反光的时候，就会加装这种偏光的滤镜。哇，真的生活处处是科学，都是惊喜耶！好好玩哦。那我们来看下一题是什么？好啊，我们来看下一题。这个盒子呢，是一个底下有一个偏光片的盒子，它作为一个灯箱，所以待会我们会有一个灯源。接下来这是一杯糖水，还有一片我们刚刚才用的偏光片。是，我们把灯箱打开来，把糖水放进去。好的，偏光片放上来。待会我们要从正上方观察，从此我会旋转这一片偏光片哦。
们来看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它变黄色的。黄色，对。然后好像又变了，变紫色了。紫色，又变了。怎么会变蓝色？可是不对啊。明明是同一杯水，对吧？而且是同样的光源，为什么它会变色？这就是我的考题。为什么糖水放进箱子里会变出不同的颜色呢 ？A. 光经过糖水发生折射。B. 糖水让光线产生偏振光。C. 箱子上面有偏光片。好，我觉得是这个。我觉得是这个哎，可能它又产生了偏振光，然后。可是好像又不对，因为科学面特别是选用糖水嘛，那可能就是糖水它的密度很高，所以就会产生就是光线这个折射的效果。正确答案是什么？请看，箱子上有偏光片，就这样。好啦，我来详细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配合这张图片来解说会更清楚。好，底下刚刚不是有一个灯源吗？好，这个灯源的光线是不是非偏振光？其实实际上它有好多个不同的方向。好，所以底下通过一片偏振片以后，变成单一个偏振方向。有，刚刚这个小道具又出现啦。爱神的剑，对，是上下的。好，中间这一杯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的糖水。糖水有一种特性叫做眩光性，当偏振光通过糖水之后呢，它的这一个偏振的方向会这样旋转一下，会转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咯。那这时候转出来，有没有发现方向已经不太相同了？对，这时候我再透过一片偏光片不断的去旋转，不同的颜色就产生咯。因为偏振的方向，然后就又对应了它透过来的被我们眼睛看见的颜色，对，就会出现新的颜色。而这个颜色啊，或是这样的效果，其实会跟糖水的浓度啦，还有我刚刚泡这一层的厚度啦，都会有差别，甚至温度也会有影响哦。可是这样子看起来，是不是一定要有两片偏光片，然后糖水要在中间，这个现象才会产生？没错，你看是前后夹在一起。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揭晓成绩了。好，今天的比数啊，博元两分，我一分。我们要做小惊喜啦！来，噔噔噔噔。偏光俄罗斯轮盘转到红色爱心即可过关。待会你手轻轻这样拨一下。对。好漂亮哦，超级美的。等一下要转到一个角度，让爱心是红色的才算哦。OK， 我理解明白了。好，试试看。好好玩哦。来啦，来，我试试看。所以要转到红色的爱心。对。噔噔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哇！太幸运了吧！还好啦。生活踹科学，生活大小事，踹科学帮你找点子。今天，为什么今天这样跳呢？博远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的心情超好的，超美丽的。超好要这样，为什么心情这么好呢？是这样的啦，因为我收到小粉丝寄给我的卡片，那里面一定写一些很多很好听的话。来，我们看看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好开心，给我看一下。透明的，也没写字啊。没有啦，这不是小粉丝送的啦，这是小恶作剧吧？我帮你拿去丢掉。等一下啦，我看到这个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小东西，这个他还附了一个，这个没错的话应该是偏光片吧？看起来蛮像的。所以说他只要把它放上去，就会有事情发生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写了一些秘密给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把电脑交。好漂亮哦！也太美了吧！你看彩色的，好像是一朵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。哇！真的是一朵花，没有错。透过这一张卡片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每个女生收到花都会很开心。真的很漂亮，博元。但是为什么它这样转的时候颜色会有变化？对啊，他是怎么办到的？那不然我们来问问科学妹好不好？好，科学妹，我们需要你。为什么透明卡片会显色？大家好，我是蓝色战士。蓝色战士。蓝
赛事，你找到跟我们 MIB 一样的眼镜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可是我们没有玩了耶。Sorry。要不然这样子啦，我们摆个 pose 就当留作纪念好不好？来，好啊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好的 ，OK。好了，可以把眼镜脱掉了啦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是来这里故意要玩 MIB 的啦，我要来解决大家的疑问。刚才有一个小粉丝寄了这个卡片，是，然后里头附了一个偏光片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看起来透明的啊，摸一摸，哎，应该是一个胶带哦。哦，对，这个是胶带哦。对，这个是一个胶带。可是胶带跟它会变色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还记得我们才介绍过糖水也会变色的实验吗？对，因为糖水它有炫光性，然后就可以让它偏振光转弯。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其实胶带啊也具有一样的特性哦。是哦。对，而且我们有提到啊，是不是跟那个厚度会有关系？对，所以这个胶带看起来，哎，我们仔细透过那个反光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不同的层数。它凹凹凸凸的。哦，难怪我觉得凹凹凸凸的。所以它有贴一层，贴两层就变厚了，再贴第三层就变更厚了，这样贴贴贴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刚刚照下去的时候，颜色就出现了变化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好多好多颜色出来啊！嘿嘿，我觉得我实际做一个实验，让大家看得更清楚。好，然后首先我们要准备一片偏光片。嗯，好，为了让它做出这个圆形的造型啊，我们先直接找一个打洞机比较快。就这样。对，我们就取得了一片圆形的偏光片。是，这么简单呢。没错，然后一样。接在它的中心的地方，好，好的，哦，这样就打完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偏光片对到这个洞里面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就要做我们刚刚做的事情了。我们有说过嘛，胶带也具有炫光性，直接把它贴在这个偏光片上面。是，好，而且呢，是还有提过跟厚度也有关系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还可以甚至交叉。好，所以你看你在交叉的地方，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是有好多不同的小色块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就是这样做出来的，这样子就完成咯。这一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胶带有非常多交叉，而且层数不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检查看看咯。好，一样用刚刚这一片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很漂亮嘞！对，超美的，好像万花筒哦。是的，所以刚刚我有提啊，所以那颜色怎么来的？其实用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做到了。哦，原来啊，我们只要动一点点小小的巧思，然后跟巧手，就可以制造大大的惊喜，然后让收到礼物的人这么开心。没错，不对啊，科学面，我们刚才。才跟你讲这样子会变色啊，你就有这么周全的道具，然后还有想法，还有教法跟做法，这是你送的吗？被发现了，来，就是那个小粉丝，你就是小粉丝哦。原来如此，我还想说怎么那么巧，今天就有一个偏光片啊，真的好好笑，真的，不过是。你们这些科学妹都一样啦，你们礼物就只会送给伟伟，不会送给我。哎呦，不然走心哦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还有一个神秘道具没有拿出来啊，噔噔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偏光万花筒。哦，真的吗？拿起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，直接贴上去，你来看看那个效果。好哦，好。哇，太美了吧！而且颜色也会变呢，太美了。我觉得这个礼物怎么好像也很棒啊，太棒了，可以借我看看吗？不可以啊，分享一下啦。好的，邱分学，下礼拜有什么好玩的科学要踹的？邱分学，下次见喽，拜拜拜拜，借我看一下啦，哎。